大家好，我是米其林二轮总代理中林摩托的产品经理郑。那今天很高兴能够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试乘 AK50 的心得。我自己本身也是大绵羊的车主，那 AK50 骑乘的给我的感觉呢，第一个是声音非常的饱和，第二个它的动力呢非常的充沛，那再来第三操控非常的灵巧，那加上它在台湾的售价，我觉得这是一个CP 值非常高的好的选择。那 AK50 这样的大绵羊呢，它其实适合运动，也适合休旅的不同的假日的需求功能。那米其林针对这样子15寸的大马力的速克达呢，同时也推出了两款新的产品，一个是 Pilot 4休旅胎以及 Pilot Power 3运动胎。那这两条胎呢，都使用了米其林最新世代的 2CD 双效配方的材质。那同时呢，相较于上一代的产品 Power Fuel， 都耐用度都提升了10%。那 Pilot 4呢，主要的诉求是休旅旅行上使用。它在胎面的部分呢，有独家的 XST 的细微沟槽。那这条胎在雨天的抓地力呢，大幅的超越市面上的同级的产品。那 Pilot Power 3呢的定位比较像是运动胎，它和海陆比较 Low Four 来的较低，在胎间的部分提供于相当于光头胎的海陆比，提供你最大的运动与操控性。